人味，男人看不懂。男生最爱聊什么？当兵。所以我穿的是迷彩。是个女神，而且上面有蕾丝，你不觉得蕾丝就是浪漫？如果我是走在你后面啊，我是跟你第一次去约会，你的后面那个下半身看起来像是一件很松的内裤。对对，我就要讲这个，它这边有两条线，太像大内裤了。它这有两条线，对啊，很像高腰的大内裤。请欣赏嘞。司马化，老实说。说什么？主持人换人了。还是要缅怀一下了。好了，给他缅怀，随便放了。哎，好多了，好多了。好，是的，谢谢。所以今天是 NONO 吗？啊，对对对，我来这个服务一下美人姐。为了配合 NONO， 我今天穿特别高。哎呦，哇！上就没有办法哦。是的，哇，今天真的太漂亮。要拍腿吗？对对对，你有来我就可以穿高一点的啊，真的哦，不然你平常不能太高。对啊，不然我想看纳豆，好意思吗？你平常赤脚都比纳豆高了。没有啦，我跟纳豆一样高了。美人姐越来越有女人味了，是真的。自从单身贵族之后，而且身材越来越好。网络上加的扛共，今年网络搜寻宅男女神，你还是前几名呢。真的啦，真的，因为我们年纪都女神他妈了。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大家常常讲嘛，对不对？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对，我觉得女生要多爱自己，然后开始的这个打扮自己，就可以越来越好。这样，你真的要站这里吗？对对对，那你要经过老实说来啊，这么快就老实说？哎呦，真的吗 ？Oh my god！ Kit 曾经夸口要成为演艺圈大哥大，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哎，我觉得他很有潜力，20年后。就是你的天下了，太晚了啦，太久了。你觉得你有比纳豆诚实吗？当然啦，我比纳豆诚实。好，有的话，请说出虞美人的三个缺点。哦，那个太瘦了。哦，太有女人味了，水就丁，好贵哦。然后现在这个行情太好了。哎呀，缺点太多了吧？你觉得你哪一次的造型最不堪回首？最不堪回首，有一次我扮美人鱼的时候。好 ，OK， 请回来。角度美人鱼。对对，我都出自内心，我都讲实话的。对对对。好啦，看看你回答还算诚实的。对对对，那这样，美人姐，我跟你分享一下，刚刚我们是说女生要自己会装扮自己嘛？我们在网络上面啊。因为现在时下，其实时下女孩子都很会打扮自己，是没错，对不对？那可是还是有一些哦，她就是用力用错地方，还是有一些 NG 的穿着，就让大家这个往事不堪回首。看一下，我们在网络啊搜寻了600多张的照片，哦，就是女艺人的 NG 穿法，哎呦，我们挑选出了一张第一名，真的假的？最 NG 的穿法，对对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这是纳豆提供的。对他用简讯传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到底是谁呢？你看，我就跟你说吧，纳豆心机这么重，你看。为什么会这样穿衣服？这可能要请那个幼群老师，你大概看一下。哇，这个是，就是他是说，哎，这还都不是我自己穿的，我们都有服装师配的。那我知道了，你得罪了服装造型师。他是说怎么会有衬衫，然后外面再加牛仔外套？对对，因为我有加项链，然后又很宽的那种牛仔布的那个，这是不是西装裤？西装裤，然后配一个。这是半筒靴吗？还是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而且是不会，对，也是因为这样对照美人姐今天的穿着才是超漂亮的，对不对？我天哪！哎呦，今天穿的好像安吉丽娜·裘丽哦，真的，又胖又丑，今天。
对啊，我为了要蹭这里，我想了多少词汇。哎，好可怕！以前啊，每个人都有过去，对。对啊。而且你还戴眼镜。对，哦，那时候你的对，那时候美人姐的形象好像就只有专门做知性这一块，完全不会让她对她有其他女性的联想。其实坦白讲，对以前的服装师我也觉得很抱歉。那因为我现在坦白讲啊，这个节目呢，我有重金礼聘造型师，是很凶的造型师，所以你会发现我在这个节目的穿着比较 fashion 都不一样。对，因为我知道，因为以前你有自己的意见，对不对？啊，之前那个服装师现在有去上香吗？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做这一集，就是我们会被惯性所牵引。对，我就是习惯这样穿，你不要管我，就是这样穿，也不管自己好不好看，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这个建议。对呀，所以我其实这些衣服全部都丢光了。哇，我在婚变之后做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很酷的事情，把过去的衣服全丢不要再穿旧，所有的过去全部都抛开。这个在英文叫 clean the closet 嘛，对不对？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跟过去挥别。我跟你讲，我大概只留下20%的衣服。Oh my god！连安德威尔也全丢了，对，几乎全丢。因为我那个暴瘦，是那个内裤真的会掉，真的，丢脸。说的奶口连体嘛，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以后这个我就回家看着这样子，出门不要这样穿，激励自己。哎，这还是比较好看的时候，我还有穿更糟的，谢谢你哦，赶快收起来。好啊，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今天我们是有三位女神。他们穿的很女神，真的看起来是三位是要安坐，是不是？安坐，神明请回家。开光，开光，开神啊！李又群，美人姐好，主持人好。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很多女人穿着没有女人味。哦，对。那很多人觉得说，穿得舒服自在就不会有女人味。今天我们要打破你这个观念，错。女人味是在一些细节，你只要把握这几个细节，你就会有女人味。那我们看一下，女人到底什么样的穿搭会让男人难以接受？是，平常你们都问不到，因为你们的男朋友都不敢讲真话。是哦，讲真话，今天就不用上床，不用吃饭了嘛。哦，也对了，多半都会称赞了，对不对？所以都是昧着良心讲啊，闭着眼睛很好看，很好看，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做一个调查，女人 NG 前五名的穿着。哎呦，好哟，是什么？而且今天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对对对对，我们今天会严格来检视一下，公平呐，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NG 第五名是什么？身上穿金戴银一堆饰品，没有，太多，这一定要好不好？太过了，因为我们还没说你，你怎么自己讲话？对号入座，你头发撩开了，我们看一下，你耳朵那个是什么？哇，镀膜咒。有一本美那个科梦什么单的，然后呢，他有说科梦仙丹呐，他真的有说，他有一个告诉说，如果女生戴大的耳环，可以刺激男生的那个欲望，哇，是真的，是会让男生就觉得有想要接近你的冲动。那你把头发往前放，然后你再甩一次你的耳环给我们看出来。一只狮子啊，他就这样，人啊，就咧为迄梅花桩摔落来安尼。头发一甩，消失在地平线，你很厉害耶。那个，没有，膝盖一定很痛。OK， 穿金戴银，那个真的，女生戴大耳环，你们会比较有性欲吗？
这个好像已经是。你刚刚是讲性欲嘛？对啊，就会让男生好像刺激男生比较想要对欲望。欲望。我好像记得只有在非洲一些食人族才会大。爪哇那边就也会大。腿很大，然后就是用一个圈圈进去这样。不一样。问一下，问一下。食欲啦，食欲。其实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听到了。因为女生男生对女生的视频啊，我觉得适度就好。比方说，如果女生想要让男生注意 close up 她的这个地方啊，她戴一个很细致的项链，反而男生敢认真的去看她，对，会说哎，你这个项链长得什么样子，好可爱哦，然后偷偷的去靠近她，产生一个话题。可太大的话，男生就不好意思看。因为甜甜那个大的，而且它是金的，我很想过去拉，然后抠抠抠。古代那个门不是门环，对不对？乌拉迪雷嘛。OK，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好，第四名 NG 的穿着是什么？内搭虎豹。说了谁这样穿？哎，我们太不好了。很多。这现在很流行，好不好？而且天气冷，雪靴啊。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女生穿内搭裤还合理，男生穿内搭裤才奇怪。那你干嘛学我们？穿什么？穿什么？对啊，而且内搭裤那么紧。陈冠希好不好？陈建州好不好？罗志祥，罗志祥全部穿。那是他们看人呀，那是看怎样？哎，什么不一样？一样啊，我是余文乐啊，二十年以后是大哥哦。这个第四项呢 ，Kids， 你就不要发言 ，OK？ 好。为什么你们很讨厌女生这样穿？就是你。我不知道，就感觉好像从家里都没有整理就走出来，因为雪靴它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舒适、很温暖的东西，对，很像家居型，就很像家居型，好像就是踩了就出来了。哎，可是真的冬天每个女生都这样穿，对啊，上半身怎么搭吧？对啊，对啊，很多女生都这样穿，我就从来不这样穿。哎呦，对啊，因为我的造型是不准我这样穿，这什么？他太严格，他认为太休闲。不是，你要看你自己的身材比例。对，我是五五身，我穿这样子很容易，我的身材比例就会变成六四身。对 ，OK。所以你看，我一定是穿，你们有注意看我的衣服就知道，我一定是让我的身体是六四六在下，四在上。对，而我如果那样穿的话，我就会变成五五。甚至于变成上半身六，下半身对，尤其是台湾女生啊，很容易在秋冬的时候穿这样哈，比如说 UGG 内搭裤，然后再一个蛋糕裙或短裤在外面，对，它外面还有一个裙子，上面呢小洋装在外搭一个短皮衣，什么意思？然后什么意思？衬衫不好意思，什么意思？很难看，很多余，真的很难看呀，六旬老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讲到我心里一直产生的疑问，国外杂志也讲啊，就是男生真的看不懂女生内搭裤穿搭配雪靴，他们会觉得很像象腿，大象的腿。不是，因为这个要很特很好的比例的女生才能这样穿。我们在座这些，我们周一晨怎么了，美人姐？比例好像还可以这样穿，其他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很难。对，其实我觉得雪靴如果穿得好是证明。你到底男朋友是谁？没有，没有男朋友。现在没有男朋友了。没有，没有，单身。都分手了。对，分手。都分手了。他之前是有男朋友，他是有几个？对，就搞不清楚是那个小开还是余祥全嘛。后来都分手了嘛。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我们讨论主题。好，来，没有了。我觉得雪靴哦，如果说女生真的觉得雪靴舒服，我会建议。第一个你要看你自己身材比例，就像美人姐讲的，你有一双美腿，那你穿内搭裤真的是性感，因为它对比会出来嘛。对。可是如果你是粗腿的话，我建议就是不要穿像刚刚舅舅哥讲的那种层次很多的，比方说你要穿比较高腰的牛仔裤，或者是比较窄管的牛仔裤搭进去，那就看起来很帅气。或者是现在可以偷偷的来一点小心机，比方说有很多的雪靴它是做内增高的，那就选择那种内增高的，踏进去一样方便，可是它会让你的小腿整个撑起来。好，来来来，第三名 NG 的穿着是什么？过度的暴露。哦，男生真的爱穿内搭，我最讨厌这种，我最讨厌，我最讨厌，我最讨厌这种肤浅的，太少了，把我们当什么了？这不可能，不行，真的不行，我看我眼睛都会瞎掉，难过。来，周一晨出来，明明就爱看，对啊，如果要比起来，比起来眼睛在看哪里？你们都是看上围啊！我跟你讲。
讲，这个穿的太保守了，太保守了，对不对？还可以看一下，跟那种暴露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啊，挖个洞吗？对啊，对，这种太保守了啦，你应该把后面移过来前面穿，真的，后面对，转过来穿，或者说倒立走路也可以。有洞吗？你说后面的那个看，后面是 V 啦，网红，他说你还说你不想看，他还说你不想看。不想不想，那他既然要露了，就露健康点嘛，对不对？对啊，健康。他后面有故意没有扣啦。哦，忘了扣，没关系，就是故意的。我们太赶得出门，哦，太赶得出门。哎，我帮你扣了，我帮你扣。不用，可以坐好，坐下。帮忙扣扣子，你要帮忙拆，帮忙扣。裙子会太短吗？嗯，太长吧，对他们来讲。太长。对啊，对他们来讲。其实还好，因为他反正他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嘛，腿长漂亮。嗯，对。对，他腰很细，就看起来说，哎，好像更那个比例更好。你看得好仔细哦，那他说。对啊。他说你不是我要几寸，说不行。那一尊不要那么生气，那一尊。对啊。你要穿这么短，还是有年龄的限制。是，就是 young girl 穿大概20多 OK 是呀 ，OK 好，谢谢，谢谢。其实还好，过度暴露，其实还是有些男生喜欢看，对啊，男生很爱看，好不好？腰贵给你，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啊，你暴露没有关系，你要露出健康的皮肤都好，但是请你找重点，譬如说你露了腿了。就不要露上面，对对，露了上面就不要，你不要一整个上面又下面这样，那你刚才穿泳，那是给你们福利呀，可是不好，真的不好，而且要在适当的场合穿。是，你不是说就是上面又露胸，下面又穿超短，那个短裤跟宽腰带的那个长度是一样的，那么短的那种。我们今天讲的是女人味。懂吗？哈，就是说的确男生喜欢看，可是看你的眼光是什么？对，我们不希望是猪哥的眼光嘛，对，对不对？我们是希望说觉得你这个人有女人味的眼光，对，所以暴露是一个技巧，非常高度的一个技巧。对，而且我觉得暴露不好的话，反而会让男生觉得你很廉价，千万不要男生的脑海里出现这两个字就糟糕。所以各位女生有时候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人专业的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自己看不准。对，你到底有没有让跟专业的造型师讨论过，说你全身上下哪个部位是最好看的？对对，有人是背很好看。对，像我有一次去买衣服，看到女生在试，我就在她的背后，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移开我的眼光。她的背的皮肤状况太好了，我就觉得她很适合穿挖背的。对对对，哦，了解，连毛细孔都没有，都没有毛细孔的，所以她就很适合挖背的。有人是肩膀特别好看，对，所以穿露。那有人是小腿好看，有人是大腿好看，有人是锁骨好看，有人是腰，有人是耳朵到脖子的线条好看，所以我们都没有去真正找到自己最好看的部位，你就在这地方露。就比露一堆有用。其实美人姐讲到重点，她刚刚讲的那些露的地方都是健康的性感。如果你讲的是露胸或露臀，那看起来有时候做不好就会变得很 NG。可是如果说你是露锁骨啊、露肩膀啊、露小腿或脚踝啊、或背啊一点点，那看起来就很有质感，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女生 NG 穿着第二名是什么？还有第二名，太像男人的装扮了。哇，太中，这个还蛮多的。可是现在很流行，包括 boyfriend 裤，对啊，男朋友裤，穿得很舒服啊。对，这个怎么穿出女人味啊？李老师，这个很难啊。就像刚刚美人姐讲的，如果你真的要穿男人也会穿的单品，那就从结构上面调整。比方说它的版型很女人味，有腰线，或者它有一点点可以小露心机，把你女人味充分展现。可是千万不要穿一个是男朋友拿去套，感觉自己套在身上也非常合理的单品，那就很可怕。男生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跟我交往很久了，你已经厌倦了那个生活，所以你从衣柜里面随便抓一件出来。而且你们知道 boyfriend 风是怎么来的吗？他们是以前女孩子，譬如说今天晚上在男朋友家过夜，第二天她可能去上课或上班的时候，穿着男人的大衬衫或大 T 恤或男生的球衣，这是一种宣誓，是一种很幸福甜蜜的宣誓，代表说他是我现在，对对对对对。结果你们变成每天拿来穿，对，那就可能就不太对了。对，好，再来一个。好，第一名，好不好？第一名来要来啊！女生最没有女人味 NG 的穿着是，错。小甜甜吗？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常常看你这样穿呢？不行哎，为什么？因为这种都是那种女生，就是突然就是直接一手抓起那种可能要洗的那种衣服，直接穿出去，然后你跟在旁边，你都还会闻到她一丝丝的那种，
就是那种洋菜鼻，对那种味道，你就觉得很没有女人味。勤俭持家啊，不是勤俭，你可以在家里勤俭，你出门稍微打扮一下，每天把自己弄得跟洋菜一样。只是我的衣服就不防皱，我们也很苦恼啊。你每一件都是三宅一生的哟，我别够。那你穿钢板好了，钢板永远都很挺，好不好？没有，其实我看很多很会穿衣服的人，他用很平价品服饰品牌也穿搭出。非常有时尚的感觉，对不对哈？那像这种又黄又皱又起毛球，其实我觉得当然可以在家穿啊，但是你穿出来可能就比较不很难会有女人味，对不对？对啊。那这五个 NG 之外，你们最男生最受不了的 NG 是什么？你自己最受不了的？我最受不了女生有时候穿那个夹脚拖鞋。嗯，就是当然你那个指甲一定要干净，对，重点那个夹脚人字拖的那个型其实很重要，有些女生她会买那种塑胶的哦，可是塑胶的不是每个，因为你要看你在东区穿个塑胶很奇怪，你要是在海岛国家还可以接受，可是我觉得我看过最夸张就是有我不知道哪一年流行的，就那个夹脚拖鞋上面有那种很大的宝石哦，或者你说小小的可以，可是它很大一颗，然后甚至还有更夸张的，上面有一撮那个水果，有葡萄，香蕉，两颗巴辣的，很可爱，对，就这种，这是什么东西？是水果，不懂它的逻辑在哪里？可爱啊，人字拖上面有一坨水果是怎样？没有打开，请离开现场，好不好？这多可爱啊！有实力，那个会让居家的那个夹脚拖变成有趣味，对，可爱啊，就在家里穿的，对。问一下专业的幼群老师，这个是什么趣味？如果美人姐穿，就是非常有趣味。哇，你这个你八姐太有趣了，而且她还穿高底的哎。我持平讲啦，就是说要看场合，真的。如果说是跟男朋友啊，然后到楼下的 Seven Eleven 啊逛个街啦，买个小点心啦，那我觉得这样穿很可爱，很有童趣。可是如果说你是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场合，那这样穿真的人家会看不懂，因为那个不行啊，刚采完葡萄会了。对，采完葡萄。我觉得小甜甜好像有穿过这种东西。有啊，而且我好多榴莲，没有，我有香蕉的，还有加在一起香蕉跟葡萄的。哇，香蕉葡萄嘞！哎，你为什么不穿香蕉跟芭乐？我香蕉。我们今天有两种不同场合哈，来看女人的穿着打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有改善的空间，好不好？这样讲话比较客气，好不好？不然到底他们怎么回家呢？是，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跟男朋友第一次约会的服装。好，来，请掀开你的斗篷。第一次跟男朋友约会，你认为这样穿最好看？超美，哇！女神，女神，女神，很漂亮，就是白色，而且白色很清纯。女生穿白色就是个女神，而且上面有蕾丝，你不觉得蕾丝就是浪漫、花蕾丝，超性感的，而且又有一点微微的乳沟，这就是老师刚刚说的不会过度暴露。对，而且裸色高跟鞋，对，然后腿撑的好美好长哦，小弟够美哦，小弟够美哦，不觉得吗？而且下面有一点那种花瓣，看起来很美啊。这个是裤子还是裙子？看起来这是裤子，跟你的问题一样，裤裙，这是裤子还裙子？哦，它基本上是个裤裙。对，是个裤裙。第一次约会穿裤裙，你觉得好吗？哎呀，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我没有穿很短的短裙啊，对不对？不喜欢安全，我穿的是裤子，而且我里面有穿安全裤，非常安全。哇，对啊，这样不 OK 吗？很漂亮哎，很有气质啊。嗯，而且它是雪纺，你不觉得好浪漫？如果我是走在你后面啊，我是跟你第一次去约会，你的后面那个下半身看起来像是一件很松的内裤。对对，我就要讲这个，它这边有两条线，太像大内裤了。是不是，而且又是老师很远裤，又群老师，我觉得他这件裙子非常有问题，因为他这边车线在这个地方刚好一个，来看镜头腕，看腕，看腕 ，OK， 嗯，他刚好这边车一个好像是有没有？他这边有两条车线，像高腰的大内裤，性感嘞。这一块很像是开高叉的内裤，对呀，我觉得我知道了，浪漫，很像人家以前那种里面的衬裙，对，就感觉外面应该还要有一个什么，哪有？看几米，看几米，看几米。其实这件上半身，我觉得可以，上半身，我觉得其实他杨姐有讲到重点了，就是说白色啦，
然后这种比较偏蕾丝啦，都男人不会穿在身上的嘛，所以会比较意识到她是女性。第一次约会，我觉得这样 OK。然后有裤裙的材质也是 OK， 就是裤裙人家会觉得有安全感，可是对男生来讲又像异性。对，可是我觉得她在这个剪裁上面选错了，比方说她那个裤子上面的材质太透。来，我给大家看你的背后，然后只看自己的前面，是不是背后里面就很像是裙子部分的特写？对，摄影师都受不了。可能是要包自己的，看不到后面。哎，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那个两条那个两条缝线会引导你的视觉，会怪怪的。嗯，哦，这件裙子下面就正常的下垂，对啊，正常的这种裙鱼尾裙也可以。哎呦，哎呦，哎，真的，你看，哦，有气质，多高雅，气质多高雅。对，而且有一点 Coco Chanel 的感觉。所以我是老师，我是可以直接搭在洋装的外面吗？可以，但没有没有，这个就最好是两件事的，哦，两件事的，两件事。OK， 了解。所以就是我要这个男人觉得有女人味吗？这样好很多。有，我们从刚从 Monitor 那样看啊，他一搭上去，哎，奇怪，就好很多。对，就好，就这女生很会穿衣服，有质感很多啦。好 ，OK， 好，谢谢，谢谢。鞋子呢？鞋子呢？我觉得鞋子 OK， 是还好啦，鞋子 OK 啊 ，OK， 安全的穿法，我觉得 OK， 只是指甲油不用红色，对，太鲜艳了。真的吗？不可以，我觉得红色指甲油不对，不行，太 over。指甲油如果穿这种裸色系的话，因为你裸色的鞋子怎么可以配红色的指甲油？可是我想说，白色配红色是很美的，没有，那你就不要，你就不要开鱼口啊。哦，了解，开鱼口就是干净就好。对，这个要讲一下，红色的或发色，哦，了解。很多女人认为穿擦红色指甲油就是有女人味，可是那个女人味有点太呛。对，跟上半身是不合。那要包起来，如果鞋子一脱掉，看到哇，这样子就可以。男生就是有会觉得叫你赶快把指甲卸掉，这样。没有那么夸张。这可以，其实可以调一下。我刚这个节目刚开始，有一次我穿一个裸色的鞋子，对啊，削肩裸色的上衣这样子啊。然后那个鞋子有很多袋子，那个因为 before 我上台之前，造型师都要先看过的，被臭骂死了。我说，这不是都配好多没有穿错啊？说，你指甲油什么颜色？我说，对，红色的，就立刻下去买指甲油卸掉。记不记得你们还在等我卸指甲油？是的，就一个指甲油颜色不对，被骂死了，珍珠打坏掉。对啊，所以我觉得败笔在指甲油颜色。是呀，好 ，OK， 好，谢谢，谢谢。妙哈，我要美白。好，二号参赛者詹子晴同学，第一次约会哦。好，准备。好，好了吗？还可以吗？我的第一次约会穿的这样。哇！就是要穿得很亮，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迷路。对，而且还可以看到我舅舅，哇，我好闪亮的感觉。好棒，好棒，好棒，好在一起啊！不是，是什么啦？感觉会不会迷路跟穿亮有什么关系？是迷路比较容易找到。不是，就是如果两个人走散的时候，就远远就看到我就在那。对，可是你穿好像要去彩虹路跑一样。为什么你那么激动？对，为什么这样穿你不行？为什么不行？是要跟约会，不是要就是。根本在跟荧光棒约会嘛，看演唱会，荧光棒出门，小小兵哦、喔。不是因为韩，就是韩国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让糖果色系很饱和、亮亮的颜色。光色。而且你这样很像什么，你知道吗？钓鱼的那个鱼标。对，假饵，假饵，假饵啦。对啊。OK 啊。可是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有青春少女的感觉。不实心啊，全身啊，这男生会软掉。不行。这一套是跟蔡圭姐的打歌服一样。你有穿这样出去过？来，我们看一下照片。我以前跟我男朋友这样穿，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像小孩。就是我都会穿很亮色的衣服。可是这个照片里的都还好。照片里都是局部，你现在是全身的，他特别搭的耶，合身的，用心良苦。就是因为我以前都穿这样，所以我以
前男朋友都觉得像小孩。有救吗？你讲完了哈。对。好，我们请佑琴老师。那你把电源关掉，让老师说话。我刚刚是想象佑琴哥讲的捕蚊灯是谁讲的？对，捕蚊灯。我们想象说夜店里会摆捕蚊灯吗？因为很像那个夜店。对呀。哦。真的习惯吗？没有，我觉得子晴真的犯了一个大忌。什么？因为虽然很流行那种糖果色啊，之前韩国，可是都是局部的，也就是说你全身上下不可能把所有的颜色都放在上面。你只要，比方说你只要上半身的罩衫留着，然后呢下半身你都用比较低调的颜色去走，或反过来，要多低调，或反过来，比方说我上半身给他一个很基本款的，基本款的这种。针一样是针织衫，可是我给他一个比较，会不会太热？下面太清凉，上面太热。没有下半身，我建议鞋子也要换掉了，就留一个局部的就好了。留一个局部的。然后你看，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衣服还蛮有心机的啊。大家看到它侧边，旁边是蕾丝，蕾丝镂空。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穿一个小可爱，这件非常有女人味的毛衣，这件非常有女人味。它会从这边，它会从侧边，有时候没有，因为它这个领子感觉像一。被毛茸茸的东西包裹的感觉，所以是有那个男生喜欢看到这种被包裹的感觉。而且子晴现在这个上衣的这个镂空的这个花纹哈，很像凉席，凉席就是很像要铺在地上，开计程车嘿，会坐在那边那种凉席，所以你选一个要，我男友就会想要躺在上。而且佑琴老师他的妆也很强烈，你看他会用那么红的哇口红，好可怕哦，韩国色，口红也很红，有没有？你去艳红唇，你去迪士尼乐园玩可以穿这样，对啊，我觉得或者是拍 MV 的话可以穿这样，不要这样穿。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他说为什么会不会找不到他，因为警察贝贝会觉得他怎么了，有点怪怪的，有点像那个有没有？人家游乐园里面有卖那个有没有棉花糖？有没有？哦，有彩色棉花糖。请问准备好你们牌子，觉得他这样穿有女人味的请举圈，没有的请举叉。哎，有人赞成？没有人举圈？没有啊。哎，干嘛换？你举错了。他原本干嘛换圈的？你思考一下，所以你还是觉得有女人味？其实我是觉得是说，一开始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有，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我看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如赵四哥刚讲的那样，就有点一直想到鱼标的事情。不要被鱼标受影响，要受别人影响。觉得他这样有女人味吗？觉得有女人味请举圈，没有的女人味哦，女人味哦，女人味是女人味哦，不要为了做效果凭良心哦。OK， 雅兰姐，好，那周奕晨去啊，伊莎贝换这套，伊莎换这套，伊莎换这套。基本上我觉得她穿这样是甜美。可是女人味是比较没有的，她是属于比较甜美，因为年轻嘛，所以甜美。OK， 对，好，请回座，谢谢。小甜甜，哇，相当期待，对，超期待的。到底你为什么穿？第一次约会哦，啦 ，OK。我跟你讲，我真的很这个用心准备，一定 pass。哦，你看我。流行马甲线，虽然就隐隐约约你们会想要看嘛，然后我觉得，然后再来为什么我是他只有隐隐没有约约啊？对，就认真进来看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进来就是现在很流行裤子要露出腿，因为我觉得我腿还蛮漂亮，然后再来上衣有诀窍，因为呢我想要让男生拉近距离，男生最爱聊什么？当兵，所以我穿的是迷彩。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兵变，再来就是在我身上还是好像在走天堂路。我看到你上天堂路，所以那是整个很用心，从生理、心理全部都顾到了。好用心，听到你爸讲，等一下，刚才这么强烈的暗示你没听懂，请问你的天堂路从哪边走到哪边？从下面走到上面来，慢慢的爬进来，有没有？对不对？哇！觉得那好像是一个捕鼠器，你知道吗？感觉钻进去就被夹住，被夹住。你背对镜头，我们要看一下背面。哎，你看背面，我还屁股有点微笑线，怎么样？对啊，就露一点。你们快快叫老聂捂下口了。请问你怎么？你怎么？就这样说了。你怎么弯腰捡这个牌子？好，来，我来。哇！再等两年，兵我就签下去，签下去，签下去。
里我跟你说，你今天其实你很用心，可是你这一套穿着啊，我昨天打开电视有看到欧美那边的摔跤选手就这样，连这个鞋子都摔跤选手，这很用心。又群老师是不是摔跤选手的穿的？然后一出来就啊，把他敲下去，然后对方就挡就倒了。碰碰碰，你就赢了。奖品，就冠军，可以。哎，你看那夹起来，我曲线舞，我曲线，就是我觉得曲线啊，哪里曲线？侧面啊，我们看一下侧面的曲线。我知道他们就会听到，好像听到防空演习的声音，想要躲进来防空洞。有了，你看，你们在冷静。导播，这就是那个杏子猪排要内肉。对啊，他们不懂，第一次约会穿这样。对啊，我觉得如果就是我现在如果机会约会的话，我都会穿这样。好沉默，不要这样，用错了。若隐若现是谢氏谢正啊。下去。我们来看一下他原来的有一些，就是我也会穿，喜欢衬衫，穿衬衫。这样不错啊，这样穿的比较好。可是很多女生就会说，其实男生没有很懂衬衫这件事情，格子衬衫，我不知道为什么。格子的男生，他说大格子，男生会觉得不爱。这是安心雅吗？这是我本人。对，这就是上传脸书辨识会被误为是安心雅的。正哦，对。照片对，这个就是，可是有时候如果太大力会掉。我想真的自拍神器救了你。喂，看到这张照片，大家都笑僵了。来，徐老师是来解构一下他的女人味在哪？就是没有女人味啊。啊，那换我先讲，就是说这件上半身的 T 恤呢，男生看到会觉得说，哎，我的 T 恤什么时候被你穿走了？而且还太小件，因为把它撑起来，你不要这样看着我。然后裤子也是啊，这裤子我觉得我弟弟穿应该也穿得了，就是他都是男生可能会穿上去，然后他的版型跟那个剪裁都没有女人味，他就是非常男阳刚的。那怎么办？就是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其实你刚刚那照片上的都比较好看。是哦。对啊。那你怎么没有改？那你没有改造我的意思啊？不用，你就报考，不用改造，你就报考军官就好了。然后这个鞋子我也不懂。鞋子真的很好看，流行呢，就是什么东西的？它是有点球鞋，但其实它是内增高。但我必须还是要赞美小甜甜，我觉得她真的有变瘦，然后变得越来越漂亮。可是很可惜，就是她腿已经算是蛮纤细的，可是你用这样的鞋子会把她腿截断。对啊。是啊，所以这不是看起来更修长？不会啊，你把它脱下来，我换一双给你，红色好了。好，有哇，好性感，是不是？这样就性感了，好性感哦！哦，这样腿真的变好长哦，又细，因为他的脚踝全部就出来见客，他整个腿就是从大腿连到小腿肚，连到脚踝，脚踝是细的，没办法挡住啊！你现在把两只脚换掉。换上那双鞋，然后再站到台上看。哎，老师，那请问一下，女生就不能穿这样子筒的布鞋了吗？不是，我觉得要看上下半身的搭配，还有本身的身材比例。比方说，我觉得雅兰姐或子晴可以穿，因为你们的上半身现在算是比较纤细嘛。那小甜甜不是说上半身不纤细，是因为她上围太丰满，所以她整个会把她整个重心往下去移。严格来说，就是小胸部的适合穿就对了。哎，有没有比较有女人味？腿好细耶，比刚刚好一些了。你们比刚才有女人味？现在是珍妮佛罗培兹嘛，刚刚是珍妮佛罗培根嘛。你真的有差哎，真的有，真的，脚踝细这么漂亮就要露出来。对，你要看，因为很多那个欧美的女孩子其实都会这样穿，对对，上面有运动，而下面就穿一个就很好看啊。还有对，刚刚都有讲到重点，就是一定要搭配一些比较有女人味风格的单品去混搭，才能把男生风格的单品放在上面，真的。而且它没有腰带，会不会很怪？对，它其实如果有一个腰带，然后稍微比较 lady 一点点，因为今天没有带来，但会更漂亮，会更不能太粗，对不对？不要太粗的，因为太粗的就会像刚刚就一个讲的，像腰封一样粗的，然后跟它很短的短裤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对比反而会显得它下半身很胖。哦，了解。裤子一定要有腰带啊。对。
他点缀他的腰线，他的牛仔裤是不是太大？有可能用同色系，或者是你身上有的这个元素的色系，我觉得都可以，对，或者是你后跟，你脚后跟的这块铁的颜色也可以，可以啊，铁质，然后有一条链子往下垂一点，都那就是找身上的元素，那这颜色因为跟它后面的跟它是相称的，跟它就是你一定要是身上有的元素，有没有？对，这个后面这个是铁，哦。那这要封哪里？但如果放不下，不就很尴尬吗？不会了，不会了，应该 OK， 可以。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有一点。哎呦，好快耶！有了，再上来，再上来 ，Lexi， 不一样，性感味都出来了，不一样，新鲜出来了，好快耶！哎，不一样，哎，真的不一样，哇，这样有性感，有，女生，女生，不要再称赞他，他会真的以为他是安心雅，或是李玉芬。不错不错，哎，你没有看到他换了一个装扮，他自己走路的姿态都不一样，有自信，对，有所以这边至少我们所有的女生都知道，不可能穿裤子没有附腰带出门，对，任何腰带，对，其实很多女生所有颜色的，你只要看到颜色不错的就买就对了，放着一定用得到，很好用，好搭。所有女生都被那个中低腰牛仔裤有点害到，因为它会把我们的腰线拉低，对，那女生我觉得应该制造出来就是你的下半身。长，上半身比较短的线。好 ，OK。像我，比如说，好，我你看好，我的腰带拿掉之后，是不是就很中性了？对对对，就变得比较帅了，整个变得很中性。嗯，哎，有差，变比较帅了。对，可是我有腰带，就有一点多女人味。对对。然后再来靴子 ，OK 哈，今天这双靴子是特别挑的。哎，看起来正面看起来很中性，对不对？对。可是它重点在于它的侧面，对，前卫。所以不要，如果你因为细的根才会有女人味，对。那你如果是那种粗根，有没有？对。你整个就是很，对，很中性的，很中性的，对。还有美人姐讲到那边的鞋子嘛，我最看不懂的就是右前方那一个后跟，那个噱头不会，红色的那一双不可能穿这个，因为那是特殊，那是什么？特殊装扮的女孩穿的，可是很多人以为那个就是流行，对。所以有些时候流行不见得会适合你，对。所以你要买靴子要有女人味，如果你要买方便那些我不管，我们今天 focus 在女人味，如果你要买有女人味的靴子，记住一定是细跟的，是。OK， 好，一定是细跟的才会有女人味。嗯，然后我其实今天也有穿一个那个平底鞋。对对对，哎呦，哎，要换一下，你还要你记住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哦，哈，这个比例哦 ，OK 哈。可是我穿平底鞋就变成头重脚轻。哎，啊，真的吗？对，可是也很好看啊，是很好看，对啊，不一样的感觉。是好看，但是女人味这三个字就女人味就。女人味就没有，对对，就没有女人味。对，它纯粹就是，好妙哦，是不是？它纯粹就是一个很帅气，有没有？对，就是很帅气的一个中性。大麦克就可以穿这样，对。大麦克，但是它还是有造型的。可以啊。你看这两双，如果从我面前走过去，刚进棚的时候，我们的打扮、打招呼的方法就不一样。刚刚靴子是美人姐，啊，这个美人姐，哎，美人姐你好。太现实了。自信专业的，对，我们就尊重起来了。对，那这个是不要再穿那个丝袜就不要穿。而且我会建议，如果你穿这种男生风的单品，你想打造出女人味的话，那反过来，你的上半身就要穿的比较女人。哦，上半身就不要穿那些男生会穿的衣服。好，谢谢谢谢。好，请佑群老师告诉我们，女人在装扮上可以用什么小心机来凸显魅力？今天刚好有带一些饰品啊，我觉得最容易的方法，就像刚刚美人姐示范用腰链。概念一样，刚才你真的觉得小甜甜戴腰链你视觉就被影响了，刚才一戴上去腰链啊，然后我看到小甜我看不到她腰间那块肉嘞，是就隐形啦，然后后来老师把她拆下来还给美人姐的时候，那肉好像是瞬间跑出来，对啊对啊，怎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饰品是转移焦点很重要的武器啊，像我今天带来的这些项链啊、耳环啊，我建议可以选择一些不要像小甜甜刚刚那个像那个舞龙舞狮那么太大，稍微小一点点，雅一点点，但是它有垂坠感，有这种摇曳感觉的时候，女生戴起来就会有摇曳身姿的感觉。我们给一个人比划看看好不好？比一下，比方说伊晨，给他摆在他的耳机的旁边，然后你稍微长发也可以，对，哇，自己拿着，然后比划一下来，哎。然后你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摇曳身姿啊，或者是那种拨头发的感觉啊，
然后男生就会看到你锁骨跟这个颈部的这个线条，而且看起来就会有女人味，脸型也会变比较长。他在想谁啊？为什么他眼神好像有一个飘来飘去了？想象的对象，他在想谁？我不知道，他那么多的人可以想。我在想你呢，美人姐。还有一些啦，比方说项链也是，我建议女生呢、啊。有一些比较属于很有女人味的，像有点珍珠啊、这个、蕾丝啊，这种都是有女人味的。可是这种比较长的项链就不太适合胸部太丰满的女生哦，因为这种长的它挂在身上会有点尴尬。Okay. 就是那个长度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成还是你，好吧？我看一下多不适合，因为它不适合你，它不适合胸部丰满，它不适合胸部太丰满，太长是不是可以绕两圈啊？超不适合、這個哦，太不适合了，太不适合了，真是犯规。这个他绕两圈可能不一定每个女生都可以，看要看你的头，哎、欸，他可以，那他就可以绕成两圈。哦，可以绕成两圈。对，像他绕成两圈应该就蛮适合的。两圈就还好。哦，刚刚一圈很怪，因为他会对，太长了到我的肚脐下面。对啊，然后又空空的。对，记住，如果他是很瘦的女生，一圈然后又高的话，那是 OK 的。那很美，但如果说他是像依晨这样体型的话，比较丰满的，他就是。两圈，然后尽量让他那个落点的位置停在他胸部的有事业线的之上面，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了解，好，对，好，再来好看，什么？再来的话呢？手环也是一个重点，是因为我觉得手环很多女生在选的时候都选那种太细致太小的手环，像美人姐的手很适合这种 bling bling 的大手环。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有了这种大手环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对比起来，他的手腕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的纤细，对，哎呦，然后特别的纤细，你在走路的时候或做各种比较女人味的姿态或动作的时候，那个女人味就会跑出来。嗯，好看，拨头发，拨头发，对，哇，像个欧耶，有一点点女人味的味道，对，好奇妙哦，很奇妙，对不对？而且为什么好像戴上去肤色就忽然变白了？变亮了，因为我给他的是比较暖色调的，就是暖金色的话，如果你本身的皮肤是白皙的，就会更白皙。所以美人姐，因为她本身皮肤是白皙型的，所以她看起来会更白，更雪白，好，质感就多一层了。对，然后呢，当然除了这些饰品之外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小武器，很多女生。忘记了，就是袜子，袜子，袜子。对，比方说，我今天有带来一双超性感的这个裤袜，哇，这样我们这个多性感，这个我拿照片，哇，照片，这里有照片，这个、真的很性感，这穿起来会像是这样子，这到这边吗？哇，这可以拉这么长、哦，对，它可以拉到这么长，系上呀。我们讲这种裤袜、网袜，就是男生会觉得最女人味的东西。对，可是这个蛮私密的，我们可能只能看到那个。对啊，就是他穿衬衫的时候啊，然后里面可以穿一件啊。我跟你讲，他穿短裙，然后坐着的时候露一点，也可以。哇，一截肉这样。丝袜我会受不了，或者他有时候穿鞋高，他站着是 OK， 可是他只要一这样子的话，有一点点。哦，太有没有 feel？ 对啊，超有 feel， 有画面。来一层来换看看，来一层来换一下。歹徒戴在头上那边也受不了，我那个我会受不了，我会太受不了。真的吗？在就是这种小的短袜啦，就比较放在脚踝的位置、脚脖子的位置，那就会让你的脚脖子看起来更细。嗯，哦，那这种也 OK 的，也是看起来会变得整个人非常的可爱，比较甜美风的，像子晴啊，他们这种比较走甜美风的小女孩路线的，就很适合这种小短袜，比较小的短袜，很可爱。老师啊，短袜有没有看腿型啊？有，短袜的话，千万不要那种小腿肚很粗的女生穿，因为它整个视觉会集中在你的小腿附近。对，这个好可爱，所以这种瘦瘦的女生穿，然后就可以。像这种袜子，如果搭刚刚美人姐那种鞋子，本来很刚硬、阳刚的感觉，马上会变得很有女人味，就完全不一样。柔美，哇，这个也是。像今年呢，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哦，就是裤袜、网袜或者是丝袜这些东西，它不是用完即丢的那种，很容易破损的。其实国外呢，高级的、好的，像这种法国来的或意大利来的品牌呢。它也许价格高一点，但它都可以穿戴至少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一年两年，对，要好好保养，都没有问题，好好保养就可以。
值得投资，对不对？值得投资的。还有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吧。那我觉得其他就是小包包的运用啦，比方说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来一个很可爱的手拿包，可爱哦。跟男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呢，毛茸茸的，带着。因为刚刚美人姐不是有讲到嘛，那种材质的观念，男生也很喜欢这种被保护他的感觉，所以毛茸茸的啦。觉得你像一个毛茸茸的玩具，对，他觉得你像一个泰迪熊。哇哦哦，换好了耶。我们要请他示范的是参加前男友的婚礼的穿着。哎呦，来了来了！我们要为小甜甜考虑一下嘛，对不对？对对对，真的。好，我们来欢迎三位出场。等一下，看看第一位出来的是谁。哎呦，谁是谁？哎呦！你让他先讲对不对？前男友哎，你先讲，你先讲。对，因为我这个是有用心机的，因为我要让前男友知道我的身材有多好，没有你我照样可以很好，而且我还很有心机，因为这边是透明的，所以他看起来若隐若现，非常非常的性感 ，S 腰线。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小姐不好意思哦，那个平信寄哪里？哎，有哎。这绿很美哎，绿的很美哎。来，佑勋老师，请跟我们讲评一下。我觉得他这一套洋装真的显得还不错啦，必须实话讲，就是说他那个显瘦的感觉啊，整个利用他旁边的这个侧线的一个原理哦，看起来会觉得他少了至少10公斤。哟，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前男友在婚礼上看到这样的身材的女生出来，一定眼睛会飘到那边去。对，所以光是这一点，他就给新娘下马威。可是我觉得佑勋老师，我觉得他裙摆再放一寸半。哦，对，我觉得裙摆有点偏短。基本上我是改的，因为呢我的腿比较短，所以如果我穿太长的话，会显得我的腿的比例更短，所以我才会把它改短一点。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一寸半才一点点，一寸半大概这样子吧，这样子而已。对。他原来不是这个比例，对不对？他原来是到我的膝盖。因为不是，因为我觉得多那一寸半是干嘛，你知道吗？像穿这种洋装，因为它本身有一点弹性，对不对？对。最怕就是站坐之间呢，它会往上 Q 起来，所以你常常有的时候这种穿不好，会被一直这样。对对对，这样真的很不好看。对，这样不好看。我常常看到女生就是有时候裙摆会一直拉嘛，不安全感，或者是穿平口的时候会一直拉这里。那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你的那个尺寸没有选得非常好。如果你选择好一点，像美人姐刚刚讲的，稍微长度再拉安全一点的范围啊，是会比较 elegant。这个长度是。这个长度是很有攻击性的，攻击性的，就很攻击。摆明了，我今天就是来呛你。可是我说你再放一寸半，那个整个 elegant 优雅的感觉，对，会出来。完全不一样。可是因为你是参加前男友，你是去呛虾的，这样刚好啦。没错。OK 啊。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是 OK 啦。请问去呛虾。然后男生准备举牌，请问 NONO 要举哦。好。这套衣服有没有女人味？有的请举圈，没有的请举叉。OK， 过关。身材真成功了，成功了！雅安姐这身材还不错，好好，真的，而且有而且她那个腰线很，因为拼接在那个地方，对，很漂亮，超美，对啊。而且那个新娘会很生气，对，真的，看的，而且这个时候你的包就要拿得很屌哦。对，他的那个毛毛，这边没有什么毛的那个还不错，有毛的可以啦，毛的可以很大哦，有毛的。可他的他衣服的材质，不过他衣服的材质，我觉得可能如果拿黑色的，黑色是不是？黑色是前男友的，他身上有这个元素，他身上有一块宴会包，哇塞，哇塞。而且国外有做过那个调查，其实对男人来讲，是女人味的概念不在于裸露，对，就是他们调查过，大概纽西兰大学调查大概数万名的男生，发现 S 曲线越明显的，他觉得你越有女人味，对，眼球会动得越快，对，这件真的很有心机，它真的很漂亮，而且旁边是整个透明的，对，对，厉害厉害厉害，谢老师，回家。
气，对。好，第二个难度就高了，三子晴要穿出女人，哎呦，难呢。好，来，我们欢迎子晴。Oh my god！ 呜，好，哇，哇，哦耶，哦耶，哦。结婚要去现场露出我的腰，而且要让他怀念我的腰际。哇！对，腰际。怀念你的哪里？就是这块啊，那个腰窝啦，腰窝。哦，他是说腰窝啦。他为什么？等一下，怀念你的腰际是干什么？我参摸腰，就不摸腰。为什么要怀念那块？因为他女朋友一定没有。哎呀！谁说的？对，这是你最自傲的部位，没错。腰窝好像只有3%的女生有。对对对对对，不是每个人都有。号称神的拇指扣，没错。哇，而且配这个鞋就有女人味了，对不对？对，有点露，有点若隐若现，对，这鞋好看，而且看起来腿好美哦，好笔直哦。老师讲的很对，要露出那个脚，好像都会看起来。而且尖头鞋也是有攻击性的，然后尖头鞋也是有女人味。我跟你讲，女人味。第一个，你就不要再买圆头的了，尖头的高跟鞋绝对是，还有尖头细跟，就是有点像。你看这个，我刚从开始眼睛一直就被这个抓到现在，一直觉得麦当劳叔叔去哪里？好神偷，角色扮演吧。汉堡神偷，老师那他的整体呢？我觉得整体确实有女人味，但是项链太攻击性了。项链，他就是要攻击啊！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是优雅的攻击，不是那种外放式的攻击。对，外放式人家就会觉得你是来呛虾的。哦，对对，如果他是想让他看了后悔那一种，对比方说换刚刚讲的这种珍珠型的，珍珠会给人家很优雅的感觉。哦，对，你一样把它打成两串，戴在头上两圈，对，两圈。然后再给他一点点小的手环，先套一圈，先套一圈，怎么会先套一圈？小姐，你要先套，然后李老师，你让他先套一圈，给大家看一下比例，然后再教他。搞不好一圈也不错哦。对，一圈太长。对啦，一圈的时候它太长了，太长了。记住，只要这个一圈的时候，这个直径到肚脐，超过肚脐下那就不行了。哦，我们会变成蛇领带。所谓上下半身的分界点，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在肚脐的话呢。就要往后，对，后面收一下，后面要收，对，这样就对啊，对，这样就好看一些。两圈又复杂了，对不对？对对，一圈后面抓一下就好了，后面短一点点就好。对，这边短一点点。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正面看起来很优雅，他从背面攻击那比较厉害，对。所以我正面再加一点点，来这个子晴戴一下这个手环，这个手环都是很细致，然后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蝴蝶结，就是男生正面一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啊，他是一个乖宝宝。哦呦，有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有没有？好 ，OK， 哎，好看的，哎，是，你可以改穿这样，这样好看好多哦，看多了，对对，你以后上通告都这样穿，对呀，我这一件呢，回去哪一件也得请，又请老师帮你制装，好，没问题 ，Actually。For young girl， 这个长度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合理，真的好，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呀。OK， 好，谢谢，成功，成功，蛮成功的。举牌，直接举牌，有没有女人味？请举牌。好，为什么？因为他这件一刚走出来的时候，这个上半身有一个倒三角，很像那个扑克牌的 JQK。对对对，然后也有点像3K档，你知道吗？对，就是你的肩膀的那个洋装剪裁，而且呢，其实有一件事情你忘了，因为大部分时间你是坐在婚礼的椅子上。所以你后面根本不会有人看到，然后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去跟人家啊爸爸妈妈恭喜恭喜，可能会引起主婚人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看到你的背影长这样，是性感没有错。没有，他如果要更有心机，他一去的时候就找那个位置啊，就刚好新郎新娘主桌正对面那一桌，然后就背对着他，然后那个新娘就从头到尾就会这样。啊，一直看，那是谁？看是谁啊？所以你们觉得这是没有女人味的，对不对？他是性。应该算比较性感，对，这不是女人味，这女人味是像雅兰姐这种，对，雅兰姐，奇怪，
所以很可爱。对，但是我觉得高跟鞋是对的。嗯，对，高跟鞋很好看，高跟鞋那边很好看。对，上衣的剪裁不够有女人味。对对。八加项链呢，有没有好一点点？有，好很多。项链加首饰加上去之后，整个人看起来就不太一样，对，比较成熟，有气质，压得住。有重点。因为他刚刚穿出来，再加上他那个尖尖的那个项链啊，对，整个人是感觉跳跳跳跳跳，就是要赶快人家看到那种感觉。好，好哇。所以，所以啊，你看女生自以为自己穿得很开心，可是男人是觉得没有女人味的。是，跟女生想的不一样。一样，不一样。OK， 好，那我们今天都非常成功，对，节目在这里，对对对对对，哎对，谢谢，谢谢，有请门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门铃锁起来不是吗？门不是锁好了吗？我们节目狮子吼过呀，真的吗？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他最有机会参加前男友婚礼的 ，Oh my god， 哎，真的哦，搞不好啊，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可能哦，对，小甜甜请出场。性感，这么性感，好性感哦！等一下，为什么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怎么了？我是很 OK 的。你后面那个是什么？你那个刺青？蝴蝶啊！你怎不是你转过来？你那刺青，你好像那个人家跳肚皮舞，眼睛有鼻子，有嘴巴，然后老师旁边老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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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要吸要放一支香烟，对不对？香烟给他抽一下，应该要弹那个吧？是贴的？不是不是，这是。不是啊，哎，我这是有心，这是我文章吧？蝴蝶蝴蝶 ，butterfly butterfly butterfly， 是 butter 吧？奶油会飞哦，会飞奶油杂派哦。不是 butterfly， 可是哎，你这样是很有讲，这样去参加前男友婚礼，怕了吧？对啊，哎，你的这会不太合啊，都爆出来，就是要这样子让他们看到知道我有多爆，尤其要让就是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说，哇塞，就是胸部很有料。从石门水路回来，用渔网捕到一条乌龟，不是？哎，这个很用心，其实这可以脱掉，但是婚礼毕竟还是一个正式场合，所以还是要加一个罩衫。只是我是选择网状黑色的，就是比较不是把它当喜事在看待。不怕还好，去人家婚宴会场，人家看到的时候。可给优琴老师，慢慢老师，还好，我要老师知道今天要来改造你，他先结婚冲喜啊。哎，我配得很。不敢直视我的胸部，没关系，你就不要想到，不要杂念。没有，我不敢直视你的全部，不是只有胸部而已。等一下，等一下，我美人姐，我先，我抓到了，你是不是穿鸭头的？刚刚那个裙子，我鸭头那个荧光啊，这件啊，鸭头，你这件回去不能穿了啦，哇，变床单呢？不是，因为我想。我只是想要让他更海滩风，对。所以你是要去参加婚礼，还是把人家婚礼搞垮？就是同时，对，我就想去，我想要去砸场，对我想去看好戏，同时也想把他们。哎，你这个连那个饭店都被你搞砸，整个都搞垮，整栋都垮。不会，我觉得，因为这个完全没办法 ，no comment， 他完全没有办法进入评论的状态。怎么会呢？只有一种场合，比方说交流到附近有班的哎，然后上去跳舞表演的那种可能会这样穿吧。你再戴一个黑色帽子，然后这里有往事，前男友的丧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是不是？里面有任何一个女人味的元素吗？我讲，我觉得甜甜她的脸其实是美的。对对，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她没有必要这样啊。对，气啊，前男友啊。对啊，可是这样去，我怕会变成其他人的笑柄。而且男友搞不好会想说，哦，好险哦，好险没有。所以其实报复有一种优雅的报复。对，雅兰姐这种可能会比较优雅的报复，没有那种砸场式的报复。对啊，对，你是要让他后悔，不是？不是啊，我可以顺便在他们要交换戒指的时候上台表演啊。那这样子，那个新郎会觉得好嘞，嘎仔。对啊，你是要让他后悔，不是让他好加载。那我该怎么办？就是要改啊，可以吗？那你改啊，你不要一副这样叹气好不好？你是专业的老师，改什么改名字啊？你把我全部挑掉了。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事情，可以帮我们改一下吗？好，我帮他改一下，改成优雅大方，但是又可以攻击的。
种女人味的。求求你，拜托。好，拜托拜托，拯救一下。好，看来幼群老师要伤脑筋了。他能把小甜甜打造成优雅淑女，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好，我们说好了，因为人有时候会被惯性牵引，所以呢，无论如何，小甜甜。你将来参加任何一位前男友的婚礼，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你穿什么，好不好？我们过关他才能去，对不对？对，没错。不然我们可爱的小甜甜被人家当笑话怎么办？是的，对不对？不能被欺负。对。我们看一下幼群老师多了光，这了光改造之后呢，小甜甜穿这样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你赞成吗？请上我们的脸书留言，欢迎小甜甜。很有气势，对啊，好有气质哦。他的叛逆在耳朵，对对，他有一个心机在耳朵的地方，他的心机在耳朵，好好看。因为啊，我觉得甜甜她现在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而且她是可以穿这个颜色的，对，是啊，甜这个颜色很显胖，对不对？不是很难穿，因为它会肤色不够好会反黑，对对对，对不对？亚兰，你就不要碰这个颜色。对，我没有办法碰这种芥末色。对，他可以，因为他的肤色很白皙。你可以，你的肤色是非常可以搭这个颜色的。谢谢，我现在都不太好意思搞笑了。你以前有没有穿过这样？从来没有，这完全不会觉得。跟你讲话都变了一个人了。对啊。刚刚出来那边擦擦流，擦擦流啊，你跟他幸福哎啊。像讲话，像讲话，我还以为是徐若瑄呢，我以为真的吗？但我必须回头讲，就是说，因为甜甜现在瘦身成功嘛，她最漂亮的地方其实就在五官，所以我就利用比较多的饰品去点缀她五官，让大家去凸显看到她的这个地方。所以利用这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耳饰啊，然后项链啊，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这边。那反而就是说，你底下就算穿一个很亮色系的服装，人家也不见得会去注意其他身材的部位。而且你看啊，她如果穿这样的形象出来。她的前男友看到她，一定会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她现在过得很好。对，而且因为今天带的衣服不够，否则你如果不习惯穿那么厚重，她穿个好质感好一点的风衣，风衣，对，白色的，对，她是在提一个那个包包会更高雅，贵妇，对啊，很高雅，对不对？老公现在疼她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单穿这样的洋装也很好看，太小资啊。太小资，好可爱哦！哇，好好看哦，就很有气质哦，气质很好，很优雅，气质超好。你未必拿这个材质，但是你配白的是可以的，这个材质不够好，不够。拿反正拿好，你不能拿得像要送便当，对。好像拿一个，他穿这样子动作都优雅。对啊，他都不太跟我们，他都不太跟我们玩了，有没有？我们刚跟他玩了一阵，他都没开口了。我们这样子走一下，快点 ，Kid， 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司机来了，你的司机来了，司机来了，司机来了，连眼神都变得好性感，好美哦！天哪，很美，哇，好美啊！刚刚怎么有？麦哥，刚刚怎么有一秒阴险是什么意思？好美哦 ，OK， 好，谢。谢谢嘞，好美，真的好美，真的好美，谢谢。啊，好有气，好奇怪，哇，好像路来，他不能散发出一种很奇怪的气场。你现在那边是亮的，其他都是暗的。真的？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亮点在那边？对不对？好怪哦。所以各位女人穿这衣服多重要？对。